这次来了硬通货了。上次是上野千鹤和北大女生谈，这次是和湖北大学吧，这老师啊叫戴锦华教授谈。嘿，你怎么样？厉害不厉害？我不太熟悉这个戴教授，不知道他说过什么啊。我看那个上次这个上野千鹤和北大三女生谈呢，他们总谈女性主义，啊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少谈点主义，谈点问题是吧？然后就谈问题啊，谈什么男人如何，女人如何？哎呀，给我又感觉很痛苦，痛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。好像比方说，我们只谈日本的那个侵略者当时多凶残啊，我就感觉哎呀，只谈这个，要看到他们后面的军国主义，矛盾了啊。一方面的感觉呢，要少谈主义，多谈问题；可是一方面呢，就觉得呢，你不谈主义呢，你就抓不住。问题的本质，所以说呢，到底是要谈女性主义，还是要谈军国主义？哎呀，一堆一堆的问题，当然有可能是语境的问题了，可能只能谈男女，谈的那个主义呢，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了，反正就是这么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吧，挺好的。挺喜欢的啊！如果哪个朋友喜欢他们的东西，可以艾特我，提出一些个观点啊，我可以做视频跟进。不要太骄傲，是吧？哎，说你读过上野千鹤的书吗？我没读过，我通过你学习不就行了吗？我没有时间学习了，已经，我通过你们学习，就挺好的。